佢就喺名古屋嘅常華市嗰邊。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啲旅遊雜誌啊，咁其實咧喺有個地方咧就有一個差唔多兩層樓咁大嘅貓頭嘅。咁佢呢一間公司嘅特徵咧，最主要咧全部都係咧啲眼神咧係非常之鋭利。我哋叫做比較日式嘅招財貓咧，咁佢左手同右手咧係非常之分明嘅。咁通常全部咧都係會攞住個金幣寫住千萬兩，咁有一啲咧都會寫住億萬兩咁樣嘅。咁佢除咗有好多花樽啊、碟啊、煲啊、壺之外咧，咁其實咧佢哋都有啲叫做原美物，即係叫招財貓呢一類嘅貨品啊。最主要佢嘅特徵咧，大部分咧都係開眼嘅，同埋一摸上手咧粒粒突突。咁佢哋嘅製作咧，全部咧都係叫做彩繪嘅形式，係逐粒逐粒人手咁樣去點上去嘅。龍虎作呢個品牌咧係嚟自京都嘅，咁佢咧就分別咧就係有兩種啦，一種咧就係不織布包住瓷器嘅，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有和字包住瓷器嘅。咁佢全部個樣咧都係啲笑咪咪啊咁嘅樣嘅，咁就見到佢非常開心啦，同埋就非常入屋嘅。因為舊年疫情關係咧，佢就出咗啲以紅白色嘅招財貓為主啦，因為紅色係代表無病息災，白色係代表招福嘅。嗱，咁招財貓一般嚟講咧，咁佢咧右手咧就係代表招財，同埋係叫做公貓。咁啊，左手咧係叫做貓乸，咁係代表招人招福或者叫做千客萬來。基本上每個招財貓咧喺心口都有個啷啷或者一個嘅寫住個福字嘅，咁啊代表元氣之物咁嘅意思咯。一般嚟講咧，雙手咧咁其實咧就兩樣嘢都有齊曬啊。不過俾人感覺咧就會比較貪心啲。不過佢而家經過唔同階段嘅招財貓嘅進化咧，雙手舉起嗰啲咧就會比較得意可愛嘅做比較多嘅。招財貓咧，咁佢除咗分左右手之外咧，同埋你會見到隻手咧係舉得高過個頭嘅，同埋係矮過個頭嘅。短手嗰啲咧係代表招來幸福，咁啊長手嗰啲咧可以招來遠方嘅人緣運，或者係叫做財運，或者係叫招來遠方嘅幸福嘅。